我们先制作花生一号干花生磨粉之后，按照使用手册进行萃取。好 ，buffer solution， 我们取一部分，加一点点，在样品添加口。好，接下来准备加我们的样品二号，也就是我们故意把黄曲毒素标准品加一部分在里面的。好，它离心之后，我们就撤往一边，所以可以已拿到它的上清液。好，加入一些些，按照手册5-5分钟后即可观察。